我是庞博。哎呀，冷静一点，冷静一点，冷静一点。咱们今天是有主题的啊，聊这个生活的甲方。我发现现在人很多人都觉得特别羡慕大熊猫的生活，觉得大熊猫就是生活的甲方，是吧？每天吃饭、睡觉、工作内容就是卖萌啊，跟于老师差不多，是吧？但其实大熊猫的这个工作特别不容易。前几天我去了一趟动物园，我发现整个动物园压力最大的就是大熊猫。我去那个动物园只有一只大熊猫，外边有七八十个游客围着它在那儿看。你们谁上班的时候能有七八十个领导同事在后边盯着你的屏幕？我觉得这个竹子吃的有问题吧，特别难受，我都挤不进去，全是人，我只能在那儿看一个大熊猫的简介，上面写的是每只成年大熊猫每天要吃30公斤左右的竹子。我当时看着这个，我说这是他的 KPI 吗？你知道那个熊猫吃着吃着就停了，你知道，他就这样眼神涣散的看着我们，然后看了一会儿就继续吃。我就感觉他想的是，哎呀，吃吧，还有20多公斤呢。得吃啊，不能饿着，不胖我就不萌了。你们知道动物园里的动物，我觉得它完全就只把这个当做一份普通的工作，没有动物把这个当做一份事业。你们明白事业跟工作的区别吧？就是这些动物在动物园里完全没有什么职业理想。你去问大熊猫，哎，你为什么一直就在这儿卖萌呢？说，你说你，我就这样，我不卖萌，我还干点啥呢？是，我们就祖祖辈辈就都干这个。老人跟我说稳定。你看，爷爷。看不出来吧，今年60了还是这么萌，越老越萌，我们这个品种就是老萌了。这建国给他改的吗？真的是这样，动物园里的猛兽就完全没有猛兽的样子。你去问狮子是吧，哎，狮子你现在还想做百兽之王吗？你不要问我，不要问我什么百兽之王，你去问老虎，你去问老虎。那我只想下班，你整个动物园最没有狼性的动物就是狼。我走到那个狼圈，我看到那些狼七零八落的躺在那个地上，我就说这是谁不要的狼就扔在这儿了吗？就是那个饲养员进去打扫卫生，就完全也不尊重狼在食物链里的位置，是吧？就这样走进去嘛，踩到狼也不道歉，啊，就把这个狼尾巴这样掀起来啊，扫一扫这边，把狼放回去啊，是吧？扫扫这边，把这边狼搬过来放在这边，扫完这边再把狼搬回来，是吧？拿一个扫帚推着那些狼在地上到处走，是吧？啊，给那个狼弄得一身灰，我都觉得是不是没有游客的时候，那个饲养员就这样拿着狼这样扔着玩。我那天在动物园逛了一整天，逛了整整一天，我看到的最有活力、最积极的一只动物，就是他们扔进去喂狼的一只鸡。那只鸡刚刚被扔进去的时候。但是没有狼睁眼看他，你知道吗？没有狼睁眼，所有狼都躺在那儿啊，什么东西啊？鸡啊，啊，新邮件吗？啊，没有没有没有，就只有一只狼这样睁开一只眼睛看了他一眼，然后那个鸡，但是狼很快就把眼睛闭上，然后继续躺着，就是啊，感觉是点了一下鸡右上角的一个叉，是吧？啊，放一放，放一放，不着急。哎，今天这才啊，礼拜一啊，还没事没事，这个礼拜还有好多鸡呢。你才是礼拜一的鸡，我们礼拜五集中加班吃一下就完了。动物园里所有的动物都是这样，特别消极、懒散，完全没有活力。我想了很久，为什么？我觉得动物园就应该引入一些我们人类社会的做法，是吧？比如说像互联网行业的那种模式，就告诉那些懒散的狼，你们到了35岁是要被开除的。然后我们去野外再招聘一些刚毕业回来的狼，因为年轻的狼更有狼性，要的更少，而且他们更傻，他们还相信只要我在这个动物园好好干，将来我买车买房买羊。
而且我觉得还可以引入一些比如末位淘汰制，对吧？我们就告诉所有的孔雀，你们要注意，从今天开始给我拿出求偶的镜头来玩命的开屏，去吸引游客，是吧？每周吸引游客最少的那一只，我就把它丢到狼圈里去。当然如果你活着走出来，我就开除那匹狼。而且是不是动物园晚上6点关门也太早了一点？人类社会已经996了，我们应该不应该两班倒吗？什么不是正好有夜行动物吗？晚上都出来上班啊。我觉得我们就是做这个工作是吧，你要想到客户的前面去，用户没有需求你就主动创造需求。我们动物不努力，人类自己能意识到自己半夜想逛动物园吗？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跟我在小时候在动物世界人与自然看到的完全不一样。我小时候在动物世界里看到的猴子特别开心，就是在树上荡来荡去自由自在，抓一个水果吃，然后自由自在荡来，就让咵被老鹰抓走，咵被老鹰抓走，就完美的一生，你知道吗？这是特别理想的一个人生轨迹，就是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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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咔死掉。但动物园里的猴子就完全不是这样，完全不是这样。我在整个动物园看到的最消极最懒散最没有活力的动物就是一只大猩猩，它全程就是这个样子。我在玻璃外面看了它十几分钟，它可能发现我看它了，然后它就太难受了，太难受了！你看到一个动物这样太难受了，我怎么能这么消极？我就想了很久，我怎么样能鼓励他一下？我想了很久，我终于想到一个办法，我掏出手机，给他播了一个电影，叫《星球崛起》。我说你看，哎，振作起来，还是有希望的。你看人家外面的星星已经战胜人类统治地球了，加油！你可以的。我跟你说啊，我呢是一个脱口秀演员，平时啊我就是给大家讲故事，而今天看到的这些故事呢，我有机会也会讲给很多人听，到时候他们就会像我看你一样看着我。谁还不是个猩猩呢？谢谢大家，我是庞博。